刘院长、各位行政官员、各位委员早安。行政院在上个月20号通过了国土计划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，引起了朝野立委、环保专家、都市计划学者专家一阵批评。本席在这边认为，提醒政府要注意，国土计划法不是不可以修改，而是在修改的前提要考虑国土利用平衡以及永续发展。我们看看这个法修正最主要争议的议题，就是未来国家行政院只要核定了重大政策，就可以适时调整国土计划法。请问立这个法还有任何意义？换句话说，只要行政院核定的国家重大建设，就可以跨越法令规范，可以不受5年通盘检讨这个限制，形同拿到一个空白授权书。行政院只要说认定是国家重大建设，它就可以变更，完全不受节制。那么我们这个制度设计、民主国家监督制衡的机制和精神完全荡然无存。我们也清楚，修这个法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多年来违章建筑、违法农舍、违法工厂泛滥，但是这些是多年来政府应作为而不作为，它都有相关法令，只是因为政治考量、因为选举，所以多年来政府不敢执行，所造成现在这个烂摊子。不是不可以修，要平衡，要永续。像他最近的一个例子，我们政府推绿能，这是好的政策，但是屏东万峦乡农场、台塘的农场200多公顷土地要规划成光电营区，光电园区要砍40多万棵树，台南市政府也有一个台塘农场要规划成绿能的园区，也有60多公顷的树要砍掉。政府推动绿能的目的是什么？生态、环保、减碳，结果第一刀先砍树，请问这是不是相互抵触、相互矛盾？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本席建议政府国土计划修正要考虑平衡以及永续为要。谢谢。谢谢。